没工夫见面是不是？好啊，没关系啊，两天之内你再不出现，就赶紧滚出我的生命。谁惹着了？是你干活？干活干活干活！喂，女王在标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你走狗运啊，不然批得你狗血淋头。这一午饭就这么久啊？对呀，说的对。喂，大明广告，你好。哦，王总啊，王总，王总。干嘛？找您的，就说我不在，说我不在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王总他现在在开会，请问哪位找？不然你要留言吗？我帮你传达给他。啊，是，是，哪里哪里，好，再见啊，嗯。说呀。愣着干嘛？是一位肖先生打来的，他说他会再发短信给你。短信就把我给打发了，当我是谁呀？王八蛋！哎，哪个倒霉鬼呀、啊，把女王陛下弄成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可没得。你们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吗？都小心点。我敢说，这一次，女王陛下一定是被情人给惹毛的。你们想想，她平时脾气再坏，什么时候这么失控过？连王八蛋都骂出来了。这件事情啊，非同小可。再精明能干的女人，一旦在感情上受了挫，那就是必死绝。你感情上受挫了，哎，佳琪啊，晚上没有空啊，我们买点吃的去你家聊天好不好啊？怎么才一顿饭心里就乐开花了，忍不住要一吐为快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啊，行不行嘛？行啦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说吧，憋了一个下午的话，我洗耳恭听啊，周小姐。佳琪啊，你说的真的没错，学长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好律师哎。没错啊，而且他是一个值得依靠的好男人。那你们俩为什么没有走到一块儿呢？他真的很关心你的。这种事要看缘分的嘛。你跟他是不打不相识，我跟他是情同手足。哎，说真的，他真的像我亲大哥一样，很疼我的，所以我们之间完全不来电。哦，可是，你说经过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之后，他还会喜欢我吗？不会吧，你们都一起吃过饭了，也应该是朋友啦。这个也是啊，哎，你说说，他学长喜欢什么样的装扮？哎，别，拜托你，你这个样子呢，已经非常漂亮可爱了，别再恶整了，穿的不够朋友了。嗯，这什么？哎呦，简，保龄球鞋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去打保龄球啊？跟谁啊？我可是什么都跟你交心了，你干嘛还憋着藏着？是不是冉总啊？对不对？一定是他。干嘛啊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吗？冉总很 OK 啊，又帅又有钱，对你又那么体贴，有什么不好的啊？好了好了，我就都跟你说了吧。
其实我跟阮正东啊，我们之间完全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。我们都谈过恋爱啊，我们都知道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可是我跟阮正东在一起啊，我常常会觉得他好像把我当成他的玩具一样，或是宠物，他想要的时候摸一下，看见别的好玩的又跑掉了。我无所谓啊，就当是有钱人的那种怪脾气。不过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呢是绝对不会喜欢这样的男生的，太爱轻佻了。你不喜欢啊？那你干嘛收人家学啊？你不要我要了？哎呀，静安，还给我，你又不会打保龄球。你个和平啊，来也不先打个招呼。我是专程来找你，我知道你在这里的可能性最高。干嘛守株待兔啊？坐吧。喂，说。东东，你现在有假期了，自己在生活上是不是应该节制一下？嗨，亏你还是从国外回来，想法会不会太保守了？交个女朋友犯得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吗？而且啊，我也没有让她为我改过什么。你是在帮佳琪盯住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们两个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，如果硬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出问题。她已经远离你的世界了，我现在正让她往我的世界靠。她从每天10点上床睡觉的老女人，变成每天能陪我吃宵夜、夜游马路的小女人了，这改变很大吧？说不定啊，下次你还会看到她在台上扭腰摆臀呢。活在当下吧，我和她的事啊，你就别费心了。那好，我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把西子当自己的妹妹。我跟他之间不太可能。那你让我帮你什么？帮我劝劝他，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。不可能，我说过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介入。你别看他像个傻丫头，其实他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我可劝不了他。不过你也应该让他知道你的想法，别让他在模棱两可中无所适从。你放心，西子是个现代人，我相信他能接受不一样的结果。倒是你要接受不一样的佳期，也许现在的他才是真我。即使是坏女人，都有被好男人吸引的理由。 K 的好友当年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女孩，他现在也渐渐感受到了。不过一个企图打动人的爱情，本身就充满了伪饰的外表。有些人注定就会被伪饰的美好所吸引，甚至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但有些人注定不会就这么陷进去，这就是他好友和他的差别。看什么呢？不录那个网络小说啊。哎，昨天半夜才更新的呢。你不知道，好不容易女王陛下不在，我要趁这个时间多瞄两眼。等她回来啊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网再看。有这么好看吗？
哎呀，你想想看呢，一段有预谋的爱情会怎么样啊？我就要等着看这个预谋者爱上他的目标，那不要太精彩哦，太戏剧化了。杀手爱上猎物，夜贼爱上屋主，偶像剧都是这么演的。喂，大明广告。喂，尤经理吗？啊，我们孟总想知道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到如梦园来跟他一起开个会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啊。那就今天下午2点钟吧。我们在工地的接待处等您。好，2点，拜拜。咱们有了钱啊，我就要买大房子住。等咱们有了钱啊，我们就盖大房子。等咱们有了钱，我就要买德国厨具。等咱们有了钱，就买进口卫浴。那等咱们有了钱，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？这一切都是按照当年你希望的样子来设计的。